董彪，董彪，求求你，求求我儿子！怎么还堵着？堵半天了，我这病人都快不行了。大哥，想想办法吧。怎么了？肾源堵在了人民路上，动也动不了。董彪情况也恶化了，我得马上准备手术室。你把司机电话发给我，我现在就去。啊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我们这儿有医生去接应你。哎，注意安全！血压目前80/50，肾源到哪儿了？还在堵着，贺童已经进去了，撑不了太久，准备抢救。我到了，你们在哪儿？啊？我没看见你们。我在警车这儿，我自己找。我是彭于晏，快把声源给我。有没有声源接收证明？我没带证明，先把声源给我。没有证明不能给你。来不及了。哎，谁呀？箱子外面怎么有水迹？什么？密闭性被破坏了，来不及了，给我。哎哎。
是我们的问题吗 ？MF， 没办法。你不用着急，马上就会找到合适的肾源，下一个肾芽一定是你的。盒子的？什么？柜子里有两个盒子。那两块表是我给我爸妈复婚买的，他们的婚礼我肯定赶不上，求你个事儿，万一我挂了，替我参加他们的婚礼，把这两块表送上，就说是我未婚妻行吗？哎，我不会让你白跑的。哎呀，你真想多了，你马上就可以出院了，身体马上就好了。我已经衰竭了，马上要死，你有药吗？给我个痛快行吗？我不想受罪了，我想活着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帮帮我。你知道吗？每当我希望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便会向月亮祈祷。这不科学。真的准，你试试。真的吗？你相信我。那你教教我。你把手放在你的胸口，然后跟着我念。月亮，月亮。帮助我，月亮，月亮，帮助我，帮他好好活下去。月亮，帮助我活下去，一定要帮助他好好活下去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今年还要评副高的，你这手术不能做，你手术没做完，一会儿警察过来了。喂，咱们科从来没有一天送走两个病人，我不希望破这个记录。你撤，你下班了。上吧。哎，35床，准备一肾手术。愣着干嘛呀？快点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先去准备了。哎，喂，你好，是那个
OPO 组织吗？我是普云医院的外科医生王凯。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。我现在想申请一个加急的手续啊。我们呢是今天拿到一个供体，对对对，今天拿到之后呢，但是因为路上出了点意外，所以当供体到达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时间已经晚了。这台手术我不想看见他。陈辉，主任说这台手术你不需要跟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去观察室吗？你还是先下班吧。哦。干活，快点！参与了这台手术，就算是违规了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！悬浮红细胞四个单位，血浆两个单位。悬浮红细胞四个单位，血浆两个单位。手术开始。纱布。